今天来一场哈登对杜兰特的比赛，我来使用哈登，还是用我的习惯的边线视角，名人堂最高难度。有的人喜欢用 2K 视角，但是我还是用 2K 视角。我用 2K 视角的话不太习惯啊，因为我长期使用这个。边线视角啊，就习惯了。突然改用 2K 视角，感觉发挥都这个不是特别的好。我还是使用边线视角吧。哎，吼吼！哇，这个球漂亮，这个球漂亮，回放一下，让杜兰特，哦，杜兰特下跪了，哈登，哇，倒手之后，跪了，杜兰特下跪，看到了吗？在哈登面前下跪，只要向哈登啊跪下。哈登的样子，王者之相啊！杜兰特下跪了，呵呵哇哈哈，这球漂亮，这个球漂亮，好，1-1。哈哈。失误了，好，哈登，看一下怎么打，因为杜兰特比哈登高出不少。看来硬打的话，哈登还是有些吃亏的，毕竟杜兰特身高臂长。哇，这叫什么？有没有搞错？裁判看到了吗？这不叫犯规吗？居然把哈登给撞倒了！2-2。哇！居然盖掉哈登的灌篮，居然敢这样羞辱哈登！话音坏了，回敬一个扣篮。哎，好，漂亮！再来一个扣篮，这就犯规了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裁判收了多少钱？为什么杜兰特得分这么轻松，而我每次得分都要那么的费劲？哇！好，没有进。三分，漂亮，进了，6-5，瞬间反超。再来三分，可惜没有进。我靠！杜兰特居然也投三分，我靠！
好，没有进。再投三分，漂亮！再进，呵呵，两人对飙三分。这种打板也能进，搞什么搞？电脑的投篮命中率也太变态了，9-8，好，漂亮，扳回一分。我靠！好，两人现在这个比分啊，就是僵持不下。好，抢到篮板，三分有没有？哎呀，可惜呀，居然没有进。要是进了，就可以终结比赛了。好，走步。三分，哎呀，还是没有。坏了，坏了，这回坏了，这回坏了。好。幸亏他三分没有进，这个球进了就完了。再是一个三分，还是没有啊！完了，哎呀，输了输了，